王晓明合体七月度 baby 抵台。王晓明4日下午从上海飞来台湾，准备出席隔天代言的按摩椅活动。怀孕七个月的爱妻 Angelababy 惊喜现身，爱相随。这是 baby 怀孕后首次在台北现身，夫妻俩装扮时尚，有志一同的戴着墨镜和帽子。不过出了闸口却分开行动。没关系，慢一点就好了。对，你小心点。旅程会不会辛苦啊？不会。那你自己要保重了哈。好，拜拜。Baby 目前已怀胎七个月，但她仍穿着紧身裤，双腿纤细，看起来完全没有孕妇 feel 哎。夫妻俩随后抵达下榻的台北韩舍爱美酒店，现场也聚集了不少粉丝等待。小心看，要不打个招呼呢？谢谢。据悉，黄晓明只会在台湾待一晚，稍晚小 B 夫妻特地把握难得空闲时光，悄悄溜出饭店用餐。哎，好友宽姐也在一旁。黄晓明进电梯前还贴心的伸手揽住 baby 的腰，看得出来相当爱护妻子。娱乐动新闻，晓明是个好男人呢。报道。